过来，这是什么乱七八糟？这是治疗这个灰指甲最好的东西了。养驴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，这是高速黄油。四天，它不会的，鱼儿不要，不要，鱼儿，鱼儿，鱼儿，用黄油把整个的灰指甲这窟窿全部填满就可以了啊，它不进风，不进，都二次感染就没事了。好了，这就想好了。